哎呀，这边是风景多好啊！我离我住那个旅店呢还差1000米，现在我就是登这个楼梯凳，登上去之后呢，然后往我的右手边那边走，就快到了。哎呀，我操，真他妈累啊！膝盖不行了，上山，跪了呀！哎，这是体重一增长啊，干点啥都累。哎呦天，上来了上来了，然后往右边走。都下班了，这点6点多了，只要向前走就能找到那个旅馆了。这边是一些小店，卖艺术品的。这是我，看着了吗？服装的，这是亚洲的大街。哎，巨累无比。